Hello，好，看一下此则练习的是64到68，连续前走，What are you doing？表格系列。好，那时间关系，我快速操作一下复习。那之前都练习过。好，那版面配置就是上下左右一共，反正很简单。然后切入主题，插入表格。等一下插入表格这边，等一下，直线方框。那我刚才计算一下，就是五栏。然后呢，再设定，确定，先这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选取范围，好，对角线拉到所有小即可。然后这边 Enter 键，这边 Enter 键盘，等它一下。好，先这样。然后呢，范例是这个，因为时间关系，8月份行事计划表。那就 C，等一下。那就 B，因为时间关系，等一下。好，到这边。好，先这样。就是大概。第一个步骤就是插入表格，那大小调整，好，大小调整怎么用？比如说，怎么大力拉直线？好，那接着是等一下，选取的时候就调掉，先一个箭头，然后选取，拉大一下。然后相关供应链的平均分配栏框，这很简单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大同小异。这三个平均分配栏，点开一下，增加。OK 之后就是进行合并，选取范围合并右键，选取范围右键，合并。那分割也是一样意思，如果要分割的话，就点开一下右键，这边有分割。好，那目前不需要。好。右键很好用，等一下，我老师看一下。那假设这边要导斜线，看一下范例，直接这样怎么做？导斜线很重要，点它一下。然后看一下表格工序相关功能。好，这边有个手绘，点它一下。然后呢，拉大。先这样。好，也是 B。OK，之后 ESC 就取消掉。这颜色是刚才练习的关系，没关系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，选取范围日期，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常用。日期是最近用过的，用过的编号格式或者定型的直线方框一二三。好，这边很多样式，那当然是一二三，确定。好，呈现一到几号？31没错。那之中，好，那觉得太偏了，左的话要在中点，然后就这样。版面配置之前你提过缩排0.5资源，OK，这样看起来比较中心一点。我到时候看一下，好，先这样。接着是看一下星期几的星期几，三到，就是因为看一下时间嘛，自行去，这是一个循环嘛，星期一到星期天，OK，这 C。时间的关系，我先复制这个范例。好，Ctrl B。那下面一个循环，先打完之后，选取范围右键，好，复制，然后呢，再一样选取下面这个空白的范围。那贴上要注意一下，右键，倒数第二个就是复写储存格，之前练习过，点一下。好，呈现这样，好，到这完成，那是应该够。好，那字幕自己打就可以，这很简单。比如说这个地方，这个时段打完之后，本来是这样，那要变成右边的话，就这边常用的段落这个地方，跟拍下来跑到这边。好，早上、下午、晚上内容，好，这边先略过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是选取范围表格的框线网底，在相关功能有偏向设计。这边有那个很多的一个线条，看一下线条框外框的话，先设定的话，就比如说我两条，或者是要粗一点，因为刚才练习有呈现这个，粗一点的话就这个，然后颜色，有粗细，自己去评估一下就可以。然后颜色的话，这是蓝色，然后那框线这边针对的是外框线，然后这边好，先这样。那框线还没设定，等一下
一样就是按照刚才流程。好，我要吸一点。等一下，我先跑掉。就是要这样好。那我要什么颜色？粗细，这边是粗细。好，颜色。我现在练习给它红色，暗红色。我现在练习，然后来针对的是，好，内空线，好，请讲。太红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再重新设定。比如说单点淡蓝色或者橘色，然后这边再内框线再点它一下。好，我那得跑掉，等一下内框线。好，先这样。斜线导斜线也是一样。好 ，OK， 那边设定完成。那这修改当然就按照原来滤镜。好，进去修改即可。好，这边选取范围，呈现一个十字就选取范围，然后再点进去做修改即可。好，那如果设定完之后，这边呈现刚才设定的一个样式。OK， 以上很简单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在哪里。64到68表格系列，插入表格大小调整，合并分割内容输入，表格的框线网底的运用方法。OK， 以上大概设定完毕。那记得一下，就是就游标点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格子，只能呈现一个相关功率。好，有设计和版面配置。然后呢，如果游标点在外面，就没有相关功率呈现。点开一下，等一下表格的呈现。好，相关功率设计和版面。那点一下外面的，就相关功率就不见。了解一下。OK， 以上就是。那网底很简单，我们就略过。比如说，现在针对这个区块进行一个网底，按右键，等一下，网底框线网底这边，好，边的话跟原版的差不多，大同小异，就在这旁，确定。那今天讲颜色的意思，那不要的话就按照原滤镜再去设定右键。先往里看。那颜色的话就是，这是我要改成黄色的。好，这是一览看一下。确定，好，这样很简单，这之前练习过。好，整体是这样，原来的范例是这样。好，放大水来看一下，可以上。64到68表格系列复习完毕，以上再选。